说起迪拜，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。迪拜在国际上可是出了名的土豪，一度成为了奢华的代名词。迪拜坐落在阿拉伯半岛中部，阿拉伯湾南岸，是海湾地区的中心，是中东地区最富裕的城市，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。对于不少人来说，迪拜完全就是梦想中的天堂，还一度被网友们调侃要去迪拜捡垃圾致富。其实在几十年前，迪拜还是一个并不发达的小渔村，直到发现了石油之后，迪拜就像是开了挂一般，以它飞速的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奇。迪拜究竟有多土豪呢？街上豪车遍布就不说了，光是被遗弃的豪车仅仅一年就有3000所辆，而且还有各种福利。大部分的迪拜人都是在政府工作，拿着不菲的工资干着清闲的工作，实在是不想上班了，政府还会发放补助。